第五场公演将进行复活换位赛。走下舞台，我们就是朋友。你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，你们就是对手。复活组啊，挺 power 的。下去，我们使劲儿，来吧，同志们，开始学。贝奈厄赫。你得练在一起，练得跟机器人一样才行呢。大家都要有危机感，一定不要懈怠，真的是要为自己去奋战的那样子。两组都有可能会被撼动。吸引你的腿行吗？可为你脚踝好了吗？你不要一下搞懵了。哎，搞什么了呢？姐姐们，每个人都是女一号，好吗？这有点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我的问题，行，那我就把这个唱好。不改了，就这样吧。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好大。哎，有信心吗？Hello everybody。感觉他们好精神啊。